主料，油麦菜400克，辅料，大蒜、植物油、蚝油、鸡精、小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油麦菜摆盘洗净，锅中倒入少量植物油七成热，放入葱花、蒜片爆香，放入油麦菜翻炒，再放入蚝油和鸡精翻炒出锅，这道简单好吃的素菜就完成了。烹饪技巧，炒油麦菜盐一定要少放盐，才不会影响鲜嫩的口感。这道菜用了蚝油就不要放盐，炒的时间也不能长，2-3分钟就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